我们挖这么多土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可以说。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问呢。是哦。我以前啊，去一个原生林做登陆的时候，看到两个人在偷砍一颗乌心石臼，上去吼他们，被打一顿。你啊。 只是题外话了，他们砍完以后，树林里出现一个空洞，地上留了一个树根，一个月以后我去看，树根旁边那一圈原来的枝身都死光了，变成长了一些我们在马路旁边看到那种野草。像我们这样啊，走到野地里，常常也会踩伤了草，弄伤了枝叶，就跟我们走这条路一样啊。但是这些被伤害的草本。 过两三个礼拜，它就会恢复了。所以你知道大自然跟我们人类一样，都有一些共存的小社区。一个大树，跟它周围的植物，甚至是动物，都是息息相关、唇齿相依的。这样你听得懂吗？那没有什么好不懂的啊。就是你踩一个小孩一脚，跟把他的爸爸给杀了，对他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嘛。 不是他爸爸，那他邻居的爸爸可不可以？差不多。所以啊，我想知道，一，任何一把泥土里究竟有多少种子？二，这些采样地点不一样，种子的数量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别？哦，比起来呀。 那我问你哦，你每一个采样地方的土啊，为什么都要分成两包啊？问得好，一包呢，我要放在阴棚，来模仿那个森林的生长环境；一包呢，我要放在温室，来模仿那个树被砍了以后，树林里出现一个空洞的那个空间。我不知道你们呐、啊，可是我觉得很棒。 带你认识一些这里种子的朋友。这整座山啊，全部都是鹅卵石堆积而成的。啊，有吗？有啊。来，你看，这里，这些鹅卵石啊。 台湾岛从海底升上来的时候，从山上滚下来的哦。所以他们至少在这里有五六十万年的时间了。你有认识那么老的朋友吗？是哦，这个吗？全部都是啊。哇，我觉得你讲的这些好有意思哦。哎，问你哦。 你看着我嘛，我啊，从6年级就开始打过很多工哦，像剪铁罐啊，做成衣啊，做珠帘啊，做线圈啊，还有做纸盒啊。那现在在卖面嘛，那我这高职毕业，那你觉得我现在开始学这些，到底学不学得会啊？不是就已经在学了吗？ 还问那么多废话干嘛？当然可以学啊！真的吗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哦。那你一定要教我哦。好。真的哦，那要把我教得很棒哦。教得很棒。嗯，一定要。